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体育比赛传奇。备受世界关注的2022北京冬奥会还有一天就要开幕了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到来了。今天，北京时间2022年2月3日，就是中国农历虎年的大年初三。中国到处一片喜气洋洋的过节气氛。在此，我们也祝大家虎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。据相关消息。 北京时间二月二日，中国农历虎年大年初二，中国跳水军团的跳水奥运冠军陈若琳与全红婵、全妹妹先后更新了自己的网络平台，祝贺中国跳水队入围劳伦斯最佳团队候选，为自己所在的跳水队打气助威。陈若琳率先宣布这个喜讯，祝贺中国跳水队入围劳伦斯最佳团队候选，也祝贺其他一起提名的优秀团队。 大约八分钟之后，全红婵、全妹妹也发声道：“很开心，我们中国跳水队获得提名，并且为此表态，我会更加主动地承担责任，刻苦训练，继承队伍的优秀传统，延续队伍的优异战绩。”全红婵这番讲话可谓振奋人心，让人对她的未来更加期待。据知情人透露，陈若琳如今正是全红婵、全妹妹的主管教练。 师徒两人此次集体发声，也让广大的跳水迷和网友期待两人的合作能让全红婵、全妹妹再创佳绩，续写传奇。据相关专家分析，中国跳水军团是王者之师、常胜之师。在去年东京奥运会上，中国跳水军团在八个项目中豪取七金五银，特别是年仅十四岁的全红婵、全妹妹横空出世，一战成名。 以五跳三跳满分，创女子十米跳台历史最高分纪录，强势夺得十米跳台金牌。跳水女王郭晶晶、陈若琳都在现场见证了全红婵的封神之战，为这位小师妹欢呼呐喊。据相关专家解释，劳伦斯世界体育奖被视为体坛奥斯卡，此次公布了年度最佳团队奖提名候选的六大团队。 包括欧洲杯冠军意大利男足、美洲杯冠军阿根廷男足、巴塞罗那女子足球队、梅赛德斯 F1 车队、NBA 总冠军密尔沃基雄鹿队以及中国奥运跳水队，这足以证明中国跳水军团的名气和实力是很强大的。今天正值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假期，农历虎年的大年初三，这是个好日子，在此我们祝全红婵。 全妹妹在今后的比赛中不断取得好成绩，心想事成。最后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、收看，谢谢大家。